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issing D 的数学小课堂。今天呢，Missing D 会跟大家分享关于 Form One 的 Chapter Five Ungapan Algebra Expression。So 来，各位同学们，大家准备好上课喽。那么我们今天来学一下关于几个部分，大家要知道的是，Number One，第一个我们要找的是这一课呢，它会比较问的比较多是 variable Pembole 五吧。我们叫未知数。那么，什么叫做未知数？好像 example 第一题，减去 a，so 减去 a 哪一个是你不知道的东西？那么我们就叫做未知数。所以在这边，未知数就是我们的 a，未知数就是我们的 a，所以我们叫做 a 就是未知数，好不好？来，第二个4b，那么我要找未知数，所谓未知数就是我们的 unknown。B，所、so, 再来看0.2c，所、so, 0.2c 来讲的话，一样，所、so, 我们的 unknown 是 c，所以当你看到第一个你不知道的东西 unknown，那么我们就叫做 variable Pembole 五吧，未知数。OK，再来第二个部分，第二个呢，我们叫 coefficient per carry，我们叫除了，所、so, 就是说除了它，那么剩下是什么？Example, find the coefficient of x in the term of xy. So 我要找除了的，那么你想一想啊，全班除了就是说 7xy 除了 x，那么我还剩下来 cari perkali bagi x dalam sebutan 7xy，所以我剩下 7y。就好像题目可能我讲，哎，如果example 啦哈，45ac。D，OK，我讲我要 coefficient of D 和 Cali D，那么我们就不要什么，不要 D，所以剩下45AC，所以大家你要认住这两个 keywords，OK 吗？好，将这一个部分 set 好，那么我们就来看下一个。所、so, 以下一个来讲的话呢，请看你要注意的就是这个 like terms。unknown 是一样的，国文我们叫 sebutan serupa，代表着我们的 Pembole 五吧是一样。So 来，我们看一下什么叫一样啊？你会看到第一个4a one over two a 减0.8a，所以一定要你的未知数，你的 unknown 是一样的，就叫做 like terms。OK，sebutan serupa。那么，如果今天是不一样的呢，我们就叫做 unlike terms，这样子就是 unknown 会不一样，就是 sebutan tidak serupa, pembole upa 不一样。那么不一样很简单的，你看今天第一个什么叫不一样？有 A B 呀、有 A 啦，有 A B C，看到吗？这三个不一样的就叫做 unlike terms，sebutan tidak serupa。OK，所以我们这个第二个要学的东西就是 like terms。跟 like terms, sebutan serupa 跟 tidak serupa，OK？好，来我们再继续看。So 接下去呢，你还要多学的一个东西叫做 number of terms。So 来 number of terms bilangan bagi sebutan，我们要找的是它的 number，它有多少个 number 在这边，多少个数量 for 这个 terms？好像第一个，你看呢、啊，你会有看到加减啊，OK？加减的第一个。第二个、第三个，看到吗？所以我们叫一、二、三，总共会有三个 terms。OK，再继续看呢，6x 加 8y 加 7z，所以一样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明白我的意思？所以来，9x 加3有多少个？你看，9x 一个，3一个，那么我们就有两个 terms。再就是 a 加 b 加 c 一个、两个。三个，所以这样子以此类推啦。So a 加 a 虽然它一样，但是它是两个 terms。OK，所以这个我们叫做 number of terms bilangan bagi sebutan。所以这个是问它有多少数量咯，好不好？那么再继续。OK，so 来，我们今天要做，如果今天还要我们代替进去，example A 给我们叫三，B 叫减二，C 叫 one over two。那么呢，example 重读，我们来一起看呢。题目是2a 减4b，然后再加 6c，所以你要把号码 sub 进去 a，sub 进去 b，and sub 进去 c 里面，它已经给我们了 a，我们叫三。
一我们叫减二，c 我们叫 one over two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来前面写上二，前面跟着写回减四，前面跟着写回加六。OK，看到 bracket，看到 bracket，我们叫乘，所以二乘三叫六。注意哦，减减我们叫加，减减加，四乘以二等于八。所以来继续，如果你看到六乘以 one over two，一二二，三二六，看到吗？所以我们叫一乘三叫十。所以六加八加三，我们等于多少？等于17啊。这个东西就是把 A、把 B、把 C 的号码塞进去里面，找出你的答案。OK，所以在这个环节，大家 OK 吗？还可以跟得到。好了，那么加序补分，我们来 continue。So，如果今天我们来学做加法跟减法的话，那么 one，我们来一起看答案。So，第一个减二 bracket a 加四 b 减八 bracket 四 a 加三 b。大家第一个看到 bracket，我们就要乘进去。怎样乘进去？就是说，第一个减二乘 a，第二个，所以就等于减二 a 了。那么下来减加就要记住，你要注意的是，减加就是减，二乘四我们叫八，没有东西乘 b 我们照样写为 b。OK，再来继续减八乘四 a，注意哦，有减哈，减八乘四 a，减加就变减了。第二个八四32 a，看到吗？再来第二个 part，减加，注意减加，我们就等于减，减加我们就等于减，所以83 24 b，看到吗？好了，然后大家你要注意的是，你要把 unknown 一样的放在一起，再看减二 a 减八 b 减32 a 减24 b，所以哪一个是一样的，我们就放在一起咯。好，我们看看有什么是一样的。对了，就是我们的这一个 a 跟 a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归类在一起。Number one，减二 a，还有呢，减32 a，一起拿下来。注意，它前面有 negative 一样拿下来哈，所以叫做减二 a 减32 a。All right，再来加去。第二个 a 搞定了过后，我们就到 b 了。b 我们有什么？减八 b，and the last one is 减24 b。所以我们写完下来了过后，我们才做什么东西？加起来，减二减32等于减34 a，减八 b 减24 b，我们就等于了减32 b。所以这个就是做加法的部分。我们再多看一个 example，OK？所以这一个大家第一个东西就是你看到 bracket，我们叫做乘进去。第二个，你要注意符号，减减加加减减这个东西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好。第三个，如果今天 unknown unknown 一样的放在一起，unknown unknown 一样的归类在一起，这个部分大家明白？可以停下来，然后呢写下来哈。那么在这个部分 OK 了过后，我们再继续。So 来最后一个呢，就是这一个一样，它也是做一个减法的。刚刚我们做加，现在我们做减。Miss Cindy 刚刚说，第一看到 bracket 我们叫乘，看到 bracket 我们叫乘。第二乘了过后，来我们就算一下咯，three over four 乘以八 x，所以等于多少？来 number one 第一个乘进去，所以第一个 part。144，二四八，三二六，六万六 x，就是以此类推，三 over 四乘以，注意注意减啊，所以减照样写回，所以我们找到多少？对了，9y，OK，再来 continue，小心这个地方哈，因为有减，所以我们先做二乘六 x，所以二六呀，我们叫12x 减加。我们叫减加减，OK 吗？再来多一个减加，也是一样，我们叫减，所以二八多少？二八16 y 一样了。
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归类完了，全部已经沉浸式了过后，下一个 step 你需要做归类。那么归类就是我讲过，找一样的 unknown 归类在一起，看到吗？6x 减掉12x，我们就找到了多少？6x。再来减 9y 减 16y，啊，这边叫多少？我们写下来先哈。所以来减 9y 减 16y，所、so, 归类了一起了过后，来我们就可以开始做啦。6x 减掉 12x，我们叫减 6x；减 9y 减 16y，我们叫做减 25y。所、so, 在这个部分，我们就学完了前面的东西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加跟减。第一个看到 bracket 要沉进去，第二个加减那边要小心，减减变加。第三个，把一样的归类一起做加，一起做减，好不好？所、so, 以今天呢，Miss Cindy 会先讲到这一边，下一集我会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乘跟除法，OK？所、so, 以呢，大家可以关注我们，OK？所、so, 以在这个部分呢，大家可以找老师，如果有什么疑问的，大家都可以随时来找我，我写给大家。So 我是 Miss Cindy，So 我是 Miss Cindy，我的电话码是0179805389。如果你有什么东西要找老师，你可以去 Idea Education Center 找 Miss Cindy，OK？好，那么或者我们的电话号码0165202400，谢谢你们留守到今天，现在，然后呢，我们下一期见，谢谢大家，再见大家，拜拜。